起冲击。一旦小牦牛落在大部队后面，或者陷入湿地中的沼泽，他们将有机可乘。牦牛群选择逃往沙漠，绵延的沙漠是他们的庇护所。在沙漠里，狼毫无隐蔽性可言，追捕的速度也会大打折扣。沙漠为野牦牛提供了庇护所。老牦牛的体力已经不足以支撑它返回沙漠。他望着同伴们在夜色中渐行渐远。利用夜色，狼群猎杀了这只虚弱的老牦牛。天亮时分，荒原上只剩下老牦牛的残骸。高山兀鹫闻风而至，它们是高原上最大的鸟类，翼展接近3米。他们的处事方式极为谨慎，发现食物后会先落地观察。他们总是成群结伴出现，食物的竞争极其激烈。这只独自觅食的狼来自另一个狼群，它也打算分得一点食物。经过这么辛苦的努力，
这只狼终于抢得一块食物。他没有独享美味，带着食物回到狼群。狼群以自己的方式犒劳这个无私的伙伴。在这片原始荒蛮的自然疆域，残酷的生存战争每天都在上演，而生命奔腾不息，依靠种群之间的纽带，它们结为一个整体，像壮丽奔涌的洪流冲刷着这片大地。